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h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Dunbar Place 的单位，我们一起看看吧。Dunbar Place 就是位于敦巴道23号的，是亚加老街里面其中一条内街，而每一层的分层 Lobby 都是有窗的。今次我们带大家看这个单位是一个 B 室来的，实用面积1211尺，一入门口已经见到我这个饭客厅的位置，它是呈长方形的设计，饭厅紧接着呢当然就是客厅，面积相当阔落。单位除了露台之外呢都有落地玻璃窗的设计，采光度都不错。露台门呢是可以开得进的，现在我们从露台那里望到出去呢，就是望回我们亚加老街一带的原流景。单位呢是属于原装间隔，三房一套，现在我们就是望一望主人房。单位呢还有一个工作平台的，而位置呢就是主人房里面。当你不开露台门的时候都还有一个气窗。主人房呢都预留了一个衣柜的凹位，可以摆放大型衣柜。主人房浴室是正实用，它是采用双星盘的设计。浴室是保留发展商的收楼标准，而浴缸和企缸当然是分开的啦。第一间客房是油上了粉红色的油漆，这间房是有窗台的。另外一间客房呢就是采用落地玻璃窗的设计。客厕储物量充足，保留翻系用浴缸，两个洗手间都是有窗。依家就望埋个厨房啦，厨房是保留翻发展商的收楼标准，采用名牌厨柜同埋主食炉具。除了洗衣缸衣机之外，还有个洗碗碟机。厨房里面当然有一个工人房，工人呢就有他自己休息的地方。还有他独立的洗手间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影片，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。下条片见，拜拜。